又来两个大羊头，先从掀天灵盖开始啊。这真的是超烫的，刚从锅里捞出来。哇，还是热的时候吃最香了。养眼，脑超嫩，再来一个。两个羊耳朵，我发现成都人喜欢看我吃羊头了，感谢你们能够喜欢看我吃羊头啊，姐妹们，来吧。哎呀，好，两个来了。因为刚从锅里捞出来，所以说免不了嘶嘶哈哈的声音，姐妹们，希望你们能够体谅。二话不说，搂吧。呀，这个都脱了骨了，煮的时间太长了。
热羊头吃的就是香。舌头，现在这个羊头成了我标配了，是不是姐们？羊眼，嗯，就是嫩。再来一个，先把它的天灵盖先给它掀起来。羊耳朵，哎呀，这个脆骨是最好吃的。羊脑，哎呀，时间刚刚好，还能吃个生菜。
今天咱们又炫两个大羊头，就知道你们爱看我吃羊头，热乎的冒烟，来吧姐们吧，先给他掀个天灵盖。好多人都说我掀天灵盖超解压，我也特别喜欢看我掀天灵盖。大羊头吃的就是过瘾，羊舌头，羊眼，哎呀，这羊头啊，真的是咋吃都不腻，因为从小就爱吃这些羊的东西。开个羊脑，嚯！来一个，哎呦，羊舌头太烫了，大鼻涕都给我烫出来了，太热。羊脑，这时候的羊脑是最嫩最嫩的。